全學年頒獎禮而家開始，歡迎各位家長啦，今日去參與我哋嘅頒獎禮，我哋一齊先起立同唱校歌。第二名韦希林，
第三名周奕銘。我自己今年都有教五年級，都知道五年級的課程一啲都不簡單，由四年班跳到五年班需要適應，需要付的努力真的不少的。我恭喜五順班的同學，各學業成績獎第一名麥班金玉陽。第二名梁宇彤。第三名周俊培。虽然我哋四六年班级都有分一啲按住成绩嚟到分班，但我可肯定话俾同学听我哋望外班都系高手如云噶。好，恭喜咧望班嘅同学。各学业成绩奖第一名五爱班谭咏桃。第二名李嘉悦。第三名容子清。
應該可以同阿劉副校長咧一齊影相留念先嚇，因為咧四信班進步獎咧係有一位。好，唔該曬。國學業成績進步獎四望班有三位，分別係吳海賢、鄭宇軒、黃志軒。起跑的時候咧，雖然稍微落後唔緊要嚇，你只要咧唔放棄，繼續咧可以努力，一樣可以迎頭趕上，攞到咧好大嘅進步。恭喜四望班嘅同學，六學業成績進步獎四外班都係有三位，廖子樂、林小露、黃子晴、仲有一位咧，今日咧係缺席嘅劉柏軒嚇，好。
係六愛班和學業成績進步獎陳宇橋。董家寶、陳俊熙、進步，點解可以攞到進步呢？就係、是、你唔甘心，亦都咧係唔太滿意之前嘅成就。你就有一個心咧，好想繼續向上啊！希望你同我都有呢個心啊！每一次咧都比下一次都要比今次做得好啊！好，我哋咧恭喜獲獎嘅同學，亦都唔該曬劉副校長。跟住落嚟咧，我哋會頒發初行獎，我哋請劉永強主任咧係上台為我哋咧係將禮物咧同埋獎狀送俾有關嘅同學。每班都係有三位嘅嚇。好，首先是四信班獲初行獎徐義，施玉林，顧志明，我哋讀書嘅年代咧，乖啊，出聲啊，好似咧就係代表咧係操行好嘅同學。但係今天已經唔係咁樣噶啦。好，今天咧需要關心別人，亦都需要咧喺各方面咧都付出咧努力。好，跟住咧四望獲操行獎嘅有歐子源、羅仲源。我喺呢度咧都可以做一個見證嚇，剛才咧上台攞獎嘅初行獎同學咧，有啲咧係好有愛心嘅嚇，好恭喜你哋。跟住咧係四愛班獲初行獎，余子慧、譚文樂、梅若瑤。李嘉悦、
嘅年代啊，去到高班嘅時候咧，男同學同女同學咧好多時都會分坐行運界噶啦。但咧，我可以又做一個見證，就係攞獎嘅同學咧，好多時係男同學有理寬佢，女同學都喜歡佢啊。因為咧，呢係內在面嘅表現。陸信班獲初幸獎嘅有楊明堅。梁嘉怡、柯靜文、雖然跟同學難免有意見不相同，但是攞獎的同學都清楚知道我們不會動手動腳來解決問題，是以理服人啊。好，攞木夢班初幸獎的有吳卓林、成俊欣、還有就是今天缺席的林雅軒啊。短時間有
表現嘅好嘅表現，喺長時間裏面都仍然可以維持咧佢樂於服務嘅精神。伍愛班服務長譚玉琪、莫思雅。服務長咧，獲得服務長一個特色咧，就係好主動嘅，唔係咧老師叫佢做佢就做，而係當老師委派呢項工作之後咧，好多時佢自己自動自覺去完成有關嘅服務，甚至有時候咧係超額完成添嚇。好，跟住咧攞到服務長嘅有陸信班梁雨晴、劉樂賢。就算離開咗呢度小學之後咧，可以繼續喺社會上面啦，喺你嘅鄰居啦、鄰舍方面咧繼續發揮嚇。六望班服務長譚子柔、黃振。嚟到學校學習，如果純粹咧即係學科嘅知識咧，呢間學校都未算成功啊！更加重要咧就係培養同學有服務嘅精神，有美麗嘅心靈。同學咧，盼望你哋都能夠咧喺呢幾方面都有長足嘅進步。好，我哋唔該曬許思禮主任。跟住落嚟咧，我哋會頒發 IR 良好表現獎，我哋請咧胡達榮主任咧幫我哋頒發呢啲嘅獎項。咁好可能咧獲獎嘅同學咧係攞嘅獎項唔止一個嘅，麻煩啲同學上嚟之後咧就。先企喺我嘅後面嚇，唔好離開住嚇，免至咧走嚟走去。好，四年班 IR 中文獎張嘉齊。余子林。黃子晴。良好表現獎咧，就唔係就係計成績嚇，係各方面咧都會計算嚇。請啲同學，好啦，四年班 IR 獲英文獎嘅有邢益俊、張嘉齊、余子林。都覺得他們在上課的時候功課方面付的努力服務各方面都能夠有進步，於是就給他良好的獎他。還有四 IR 數學獎黃志堅。
會唔會再下一城呢？咁繼續聽咯喎。六 L 英文科獲獎嘅有陳成希、黃少偉、彭子龍。
刘永琪。连嘉莉。陆恩晴。马可乔。童话黄海柏黄成昌杨明坚以及呢是六爱的陈俊乔啊。好，一共呢有39位同学呢企在台上面，同学同埋家长可以俾啲热烈嘅掌声呢嚟到去鼓励佢哋啦。因为呢你攞40个奖印呢其实真係持久战嚟啦。由下学期嘅开春呢就唔可以松懈，会喺中晚呢份嘅特殊小测仲有常识同埋数学小测考试。裏面呢都是要盡力做到最好啊。好，我們恭喜呢些同學，咁請同學呢慢慢攞住你的獎座同埋禮物呢慢慢離開先。我們請謝校長繼續留步。我們跟住落嚟呢會頒發獎學金啊。咁其實喺我們上個星期五嘅六年班畢業禮裏面呢我們已經頒發咗㗎啦。不過呢都好想佢哋上一上台呢俾同學呢嚟到知道亦都接受呢同學嘅祝福。
學獲得張樂志校董紀念學藝獎學金，陸信柯靜文。有兩位獲得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校董會學業獎學金，陸信童話，同埋咧係陸信彭浩如。係啊，咁喺童話有兩個獎學金啊。
如果我哋能够做一个全力以赴的好孩子的话，我哋在神的眼中是得到神的奖赏，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奖赏，非常之高的一个殊荣，因为是神奖赏给我们，你说还好过在地上扭坏的奖赏，是不是？咁喺度咧，校長喺度咧，我都喺度咧，非常之係好多謝今日咧，撥勇出席嘅家長啦，因為咧有你哋嚟臨到我哋呢個頒獎典禮當中嘅時候咧，我哋咧整個嘅頒獎典禮咧係能夠生息不少噶。喺度咧亦都恭喜你哋嘅子女喺台上咧能夠獲獎。我知道咧有啲同學咧喺班房度咧都會咧係獲得咧，陣間班主任咧會頒發好多嘅獎項俾你哋噶喎。咁所以咧，希望你哋咧都能夠攞到呢一份嘅獎項啦，翻到屋企咧係同屋企人咧一齊去分享呢份嘅喜悦啦嚇。好，喺度咧，今年咧我非常之咧係要感激啦家長教師會咧，同埋咧各位嘅家長義工啊、同學啊、各位家長咧喺今年咧係配合我哋學校嗰個籌款活動咧。咁喺大家眾志成城底下啦，連同埋校監校董咧嘅支持咧，我哋咧一共咧籌得嘅款項咧係達到131,000元喎。咁我哋咧學校咧有呢一筆嘅款項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可以順利去進行各種嘅慶祝我哋學校咧50周年嘅慶祝嘅活動喎。咁喺度咧都預告一聲啦，特別係6年班嘅同學啦，我哋咧喺11月23日咧，我哋都有一個慶祝50周年嘅晚宴喎。咁所以咧到時6年班同學咧都留意翻啦，透過學校嘅網頁啦，同埋咧班主任同你嘅聯絡啦，咁咧希望你哋咧都係去到撥勇支持我哋嘅慶祝嘅活動啊！咁喺今年咧，喺度嘅校長都稱讚各位同學喎，因為咧同學咧攞到好多好多課外活動嘅獎項啊。咁喺度嘅校長咧又讀一讀先，其中咧喺科技科學方面嘅項目咧攞到好好嘅成績啊。我哋學校嘅學生咧，2019嘅全港水火箭嘅比賽咧，我攞到3項嘅冠軍、4項嘅亞軍、2項嘅季軍，仲有1項嘅優異獎喎。仲有咧10多位嘅同學參加2018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計劃呢個大獎咧，又獲得小學組嘅太陽能車咧精工組嘅冠軍喎，咁仲有咧10多位同學參加2019嘅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比賽咧，佢哋攞到咧2項嘅金獎啦，3項嘅銀獎啦，仲有1項嘅銅獎喎，成績咧非常之卓越。咁除咗咧頭先我所講嘅科學科技咧嘅獎項咧攞到好好嘅獎項之外咧，仲有咧我哋嘅學校嘅普通話朗誦隊咧好叻喎，咁佢哋咧攞到亞軍啦，又代表我哋學校咧去到灣仔堂嗰度咧50周年嗰個慶祝嗰個典禮當中咧，係去到頌讚神嘅偉大喎。咁仲有咧校長呢度咧亦都稱讚翻啦，我哋咧無論係高年級同埋低年級嘅舞蹈隊嘅隊員啦，你哋都好叻喎，你哋兩隊咧亦都係攞到甲級嘅獎項啊，實在咧係～可喜可賀嘅，咁其實咧，我哋學校嘅學生咧，有好多嘅個人嘅獎項啦，即係包括例如話喺體育啊，或者係喺藝術方面啊、朗誦啊、數學嘅比賽咧，其實你哋當中咧好多好多位同學咧都攞到好優秀嘅成績。咁呢啲嘅優秀嘅獎項咧，都會留連咧喺我哋學校嘅網頁當中嘅，大家咧可以咧喺細園嘅當中裏邊咧去分享同學嘅喜悦啦嚇。咁喺度咧，我都係非常之再一次去到感謝咧家長教師會咧全年嘅支持啦，家長義工咧每一日咧對我哋學校咧一個嘅幫助啦，係有你哋嘅幫助咧，我哋學校咧就能夠咧走在進步之中，亦都咧有你哋咧好寶貴嘅意見，同樣咧學校咧可以咧發展更加良好嘅，所以喺度咧非常之多謝家長教師會同埋家長義工對我哋學校嘅支持同埋鼓勵啊！咁啊，校長咧最後咧喺度都提一提喎，恭喜咧哇！今年升中嘅同學咧都派得好好喎，咁咧佢哋入到1、2、3志願嗰個嘅百分率咧，去到92.5%啊！換言之咧，真係話好多好多同學咧派位咧都派到自己咧心儀咧所喜愛嘅學校喎，喺度咧祝福各位咧畢業嘅同學咧，你哋咧去到中學咧更上一層樓啊嚇，有美好嘅前程。咁好啦，暑假在即咧喺度咧祝福每一位嘅同學啦。家長啦，你哋咧係能夠有一個又充實咧又有意義嘅暑假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注意長在，多謝各位。好啦，咁咧除咗咧同學仔獲獎之外咧，我哋老師都獲獎喎。較早之前咧，大家咧應該咧選舉個選票就係關於表揚教師計劃選舉喎。好啦，咁我哋咧今天咧我哋咧會頒獎啦。好，我哋咧請咧以下咧幾位老師咧就係、是、上台攞獎啦。第一位，呂嘉敏老師，我哋請咧謝校長幫你頒發啊。
好，唔該曬。第二位 Mrs. Joy， 哇！我哋嘅愛情英語老師啊！咁尤其是咧低年班嘅同學咧，可能咧喺英文堂嘅時候咧常常咧都俾咧 Mrs. Joy 教導啊。好 ，Thank you。第三位麥欣森老師。老師咧係咧其中一位咧最高票數嘅老師喎，咁咧就多謝咧各位同學同埋家長支持啊！好，唔該曬，再一位梁永強主任。我都最高票數啊！得到咧各位同學同埋家長咧嘅票數，好唔該曬。咁臨別依依啊，咁咧都有幾位嘅老師咧，同埋咧係同工咧都會咧喺我哋當中會離職嘅嚇，咁我哋都唔捨得佢哋啊，咁我哋都係請咧鄭校長幫我哋幫你咧頒發紀念品。第一位邱嘉琪老師。
都為上一班，我哋翻我哋嘅老師，我哋嘅賴姑娘，我哋都送上祝福，我哋一齊好。春富多謝你，讓到我哋咧有學習嘅能力，而且我哋咧都可以喺學校裏面咧去學習好多唔同嘅知識，我哋有去學識做人處世，我哋有去學識好多唔同嘅技巧，去幫我哋咧喺呢個社會上面咧去立足去生存。最後今日在這個頒獎禮裏面有很多呢都是有機會上台領獎的，我們都為他們去感恩，為了他們願意為自己去付出很大的努力，我們去感謝主，求主你呢都去繼續去讓他們不要驕傲不要自滿，在未來新的一個學年，無論繼續留在小學還是會升去中學，他們都仍然呢是努力發展向上。我們又為一班他們雖然今日未有機會上台領獎，但是呢我們都求主你繼續給信心給自信他們，給他們呢都有一個建立自己學習習慣的一個良好的教導，讓他們呢都在未來一年幫助自己在各方面呢都可以繼續去進步。主我們呢剛剛知道呢有很多不同的老師甚至是社工大姑娘，他們都將要離開我們，在新的學年他們會有新的學習的環境或者有新的工作的環境，幫助他們在這個新環境裡面繼續有主你的帶領，祝福他們繼續在不同的地方為你去發光，成為主你在這個世上面裡面的意願，去到調和這個社會，去繼續造福不同的人。主我們真的獻上最大的感恩，同你去祝福我們每一個，祝福我們每一個的同學，每一個的家長，每一個的家庭，每一個的老師，每一個的員工。我們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好，那我們2018至2019年度全學年班